开了新视野，因为很多东西都没看过，都只在电视里面，然后没下街看到了。今天来到这边，然后看到很多乐仪队，然后表现得非常的优异，我觉得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艺术的感觉。吹萨克斯风很帅啊，然后就是整体都很不错，然后还蛮流畅的。我们学校其实也有管乐社，那我想这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们一定会想好好的训练自己，然后跟我们的国军的弟兄一样棒。为使青年学子认识国防，了解国防，进而支持国防，争取优秀人才加入国军的行列，国防部日前盛大办理三场次的首长下乡越教暨募兵宣导活动，透过乐仪队的表演及人才招募说明，展现部队多彩多姿的一面，深获青年学子好评，更借此鼓励学子踊跃加入国军，成就丰富精彩的人生。未来只要进入国军，你的未来的前程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状况啊。目前国防部努力在提升啊军人的薪资待遇啊，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让从军的青年在军中学习一些跟社会一些不会脱节的一些新的知识啊，新的政道，新的更精进一些学识，欢迎有志青年加入我们国军。军中是一个能够实现自我啊，培养专业能力的一个好地方。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甲午之夜。首场次的活动是在大溪高中举行，由陆军军乐队带来铜管重奏、魔术秀、打击秀和知名乐曲表演，让同学们享受乐队悠扬的乐声。此外，陆军仪队无声特技枪管演出，在没有音乐鼓点的辅助下，也能够展现整齐划一的枪法，令场内学生为之惊艳。今天的节目可以说是精彩万分哈，尤其乐队的一个仪态哈，非常吸引人，这个是很难得的。这募兵的一个制度，我觉得尤其在住校的一个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说是三赢，学生方便，我们的老师还有教官方便啊，尤其是派学长回来说明更倍感亲切。那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精彩的一个活动，平常都没有机会去跟军人他们去做接触这样子。你觉得今天的活动怎样？就很棒啊，然后很难得可以看到他们的仪队表演，还有我都不知道他们军队还有管乐队还有弦乐队之类的呢。第二场次的活动则前往澎湖水产海事高职，由空军乐仪队演出传统技艺的歌仔戏，以及热烈缤纷的铜管萨克斯风多重奏与流行劲歌乐曲，搭配超级吸睛的大头人偶和仪队操枪，震撼的陆军特战部队蛙人操，营造军民同欢热闹气氛。一个新的示范一个连队，全部都是志愿役的，我发现我们的训练非常的合理，我们训练我们的部队要用到现代化的一些武器装备，我发现我们的待遇呢，说实话还不错，我们希望达到的是基本薪水的国民基本薪资的两倍啊。从早期那个只是士官，到现在这个招募，我们学员投资人数都蛮多的，啊，今天这种活动的话，可以让我们学生先去做一些感受，因为以前大概就是拿到一些书面文章而已，看一看，而已。那今天让他们亲身去看一看，因为摆了摊位，然后再经过一些介绍，让他们都感受一下，那如果说他要选择，他可以有正确的选择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生呢，
相当不错。今天活动比较有趣，因为我可以 学到很多平常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的动画和影片，然后到这边我可以亲眼见识到一些军人的辛苦，还有装备的特点，我觉得这些都很新奇。另一场越教暨募兵宣导活动在恒春工商举办，海军官兵以悠扬的军乐、精湛的操枪及勇猛剽悍的战技操演，让师生大开眼界。我相信今天这样子近距离的接触，对孩子，对他们未来愿意从事军旅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意愿，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高。很开心今天能够看到国军弟兄们的精彩演出，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国军的一份子。配合政府倡导首长下乡政策，各级长官亲自参与并安排官兵阅教活动与民众同乐，奉献心力丰富乡亲艺文涵养。相信透过这项与国防近距离的接触，增进青年学子了解国军进军备战所付出的努力，无形中更加凝聚同舟共济的军民情感，共同为捍卫国家整体安全付出最大的努力。